小孩一日大挑战，大家来交换孩子哦。来，那你是怎么出来的？让他一小时内完成拼图。哎呦，我们来挑战黑两千五十四万片的拼图。我找到五个的，我找到三个。点击时间，爆发！时间到，我们停下，我们要拼完才可以哦。是啊，我拿完它走塞的。那你吃完你要把它拼哦。我这个黑色的这个霹雳猫，我还不是。哎，你们吃，他们准备的这个粉红马会不会太吓人啊？这是维纳的。什么？这啥的？好可爱的。对啊，完全没有办法接。那这样我任务没有办法完成。泽瑞娜，泽瑞娜，我们前面其实强度是够的了。强，今天现场又来了四位小小星二代。但是人家古时候有一句话，你们有没有听过“易子而教”？对，就是说既孩子啊，我们来教他，我们又是父子的关系，然后我们父女的关系，我又要教育你，要教你，太难了，你自然就会反抗，我干嘛听你的？对。但是如果把他送到别人家去的话，哇，那不一样，这个又不是自己爸爸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又不是我自己孩子，那弄不好啊，还人家就好嘛。不是这个意思。有山峰跟这个恩恩，真的，我觉得就是小孩子自己的最难教，哦，难教。教别人的，我觉得就是只有难易度之分，但是不会呢，彼此搞得都很痛苦。哎呦，对，像我家就是，我们家最近呢就出一个事情，什么事？什么了？我们教他英文嘛 ？DNA 不是，不是 DNA 的。英文，英文啊 ，DNA 也是英文，没错啦，但是教英文，那教英文啊，他从小大概中班就开始学英文，他现在已经要升小五了，但是我觉得他英文程度呢，还是跟不上同年龄的小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所以前一阵子不是疫情要环境嘛，你要这样对啊，持续讲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想说，哎，疫情在家，那爸爸妈妈来教他一起学，首先我先上阵这样子，然后呢就看到 F A T H E R， 学英文应该一开始学到的单字，大家都这样学。对，结果他给我念 fat， 我真的就father， 自然语发音，他看到什么就念什么这样子。最后我教到受不了了，我就生气了，我就骂。好，不能这样子，小孩也是有基因是从你这里来的。还有这句话，中肯中肯是遗传啦，不是不是 DNA， 没有在那个当下呢，因为太气了，太急了，然后老婆就站出来讲话了，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太凶太凶。对，老婆讲的比较公允一点，他老婆很熟嘛，你们两个。好凶哦，差不多，但是搞得爸爸也困惑啊，小朋友也不是没有 complain 哦，爸爸有没有什么觉得很烦的地方？今天早上我就踩到狗屎，然后啊，我就洗完鞋子之后啊，买彩券啊，踩到狗屎，洗完鞋子啊，然后就在后面晒，对，然后晒完之后我要摆到后面，然后他们就以为。就不知道是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就说妈妈就叫我赶快把它处理掉，然后我就把带到玄关啊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要这样讲啊。你可以翻译一下吗？好，我来翻译一下。这位外国来的朋友在讲英文是吧？哦，应该是英文。不是啦，他简单的一件事情呢，其实他只要顺序做得好，我们是父母是觉得不会讲话。重点是他早上呢出门踩到狗屎，然后呢回到家他把鞋子洗了，然后呢中午我们下午我们要出门了要露营，他就呢到后阳台去把鞋子拿出来，然后他就拿鞋子很开心在空中甩，啊，鞋子洗干净了，洗干净了，正月没口屎了这样子。殊不知中午这个时分呢，我们家正在进行中原普渡，他一路挥洒的地方呢，都是我们就是要拜拜的地方，要给祖先吃的饭啊菜啊摆在那里，所以就挨骂哦，挨骂。爸爸很喜欢拿妹妹跟你比较，对，你觉得很讨厌是不是？他真的会这样做吗？妹妹比你优秀吗？不是啊，就是平常我在洗碗的时候啊，就是水会洒出来，然后高高都不会，然后啊，所以妈妈就会拿我跟他比较。
啊，这位外国朋友说的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，我再翻译一下。洗碗水会洒出来，因为他洗碗像在玩水，他也帮忙洗碗啊。有有有有有有，哦，那很好啊，做家事哎，你跟我一样吗？对，那他妹妹小纳豆，你纳豆怎么了？哇，这样，对啊，瞬间大家都会洗碗，你有吗？你有洗碗吗？纳豆。我有洗碗过啊，然后那个、啊，他在看着他自己讲话，人家也是会找镜头的，人家找镜头就 OK。不是啊，因为那个我洗碗的时候，我哥都是有时候会在旁边帮我冲嘛，然后有时候啊，他只用水扑。谁？哥哥。啊，他又不在这里，你那么生气？就是假如说这是洗碗槽嘛，然后我在洗碗。你确定要接洗碗这个梗的吗？不会。然后假如说嘛，这是洗碗槽嘛，然后我在洗碗嘛，然后哥就拿汤匙，我已经洗好的汤匙，或是没有洗好的这样，然后我在用水，然后在用水的时候这样开水，然后这样。哦，你连洗碗都可以演，好厉害！用那个汤匙接水就弄对了，对了。但是你可能爱玩，对不对？但妹妹不会的，妹妹比较乖，是不是？她妹妹才三岁，可是洗碗的时候就洗得很干净，然后水也不会跑到那个琉璃台外，搞得整个厨房地板都是。男生女生自然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有差啦，有差。那我就说，哎，你至少跟妹妹一样，小心一点洗碗。不言下之意，听起来恩恩对爸爸是充满了失望啊！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倒到失望这个地方去？是，还好吧？有来有，上次来他就最佩服的人就是爸爸，最崇拜的是爸爸。对啊，没有，可是他还是会觉得，有时候我骂他，他可能心里过意不去，会过不去啊，或什么的，还是有些怨言吧，小孩。所以你还是会骂小孩的？会骂小孩。会揍屁股吗？小时候大概三岁的时候被我打过一次，很严重。打？对对对，因为他趁妈妈要坐下来的时候，把妈妈的椅子抽走。哎呦，危险！那真的不行。那替你报仇，你应该很开心。那是恶作剧，那是没有。我送妈妈去恶作剧不行。我送妈妈去急诊室之前，真的打我，因为我太太的那个脊椎真的送急诊，她真的是屁股那个骨有点裂了，因为她那个无预警直接坐下去。哦，然后。我太太在那边哭，痛的在那边哭，然后她也在那边哭，因为被我揍，吓到，对。然后后来那一次，我就觉得说，好，那这个应该是真的比较严重，打他是揍一下，对。然后后来就决定说不再体罚了，这样子，以后也不敢了啦。我是孩子20岁以前哦，我连骂过都没有。就这样都没有。20岁以后骂的比狗还不如。真的吗？所以20岁以后你懂了嘛？对，自己独立的，对不对？懂了还可以做错。不信你问露西派。今天我很乖哦，好棒棒。开车我们到那个林口长庚去看阿公，我一路去我开始骂妈妈，回来开始骂，感觉阿公的病情都是他害的。哎呦，都在骂什么？长大了就是要处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阿宝，真的，机会介绍一下。好，阿宝他今年5岁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活泼哦，他太活泼了，太活泼了。然后他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他。从3岁的时候就开始会洗碗了，他算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对。但是我觉得没有比较没有伤害，有比较可能就会觉得说哇，好像别人的对，因为呢，他有个同学，然后之前来我们家玩，然后那个同学来家里才知道说哇，天哪，他的规矩很好。因为我觉得第一个，我觉得除了让小朋友有礼貌之外，我觉得他现在比较不好，不能说不好，就是比较要调整的一点，就是吃完东西要立刻丢掉。或者是吃完垃圾要丢掉，垃圾就要马上放到水槽。OK， 但因为他比较就觉得啊，吃完就吃完，所以就那时候同学来家，我就一边就是让同学的行为，然后教导他，跟他说，因为我觉得这蛮重要的，让他这个有一个模仿学习的对象。对，然后有另外一件事情呢，我觉得也好像不是这么的好，就是呢，因为我老公啊，前阵子买了一只手表。然后呢？那时候他就看到我老公什么说，哇，爸爸的手表很好看，很帅，这样什么的。然后他讲完之后，他就
跟我老公说：“爸爸，那我要买什么东西？”哎，有人学一样啊，称赞是有目的的。对，然后买我老公就说：“不可以哦，因为你没有好宝宝贴纸，所以你不可以就是说要买这个就买这个。”嗯，然后他当下他就说：“你说什么？爸爸的手表怎么样？”爸爸的手表很丑。哦，因为他得不到，然后就说那就是毁掉。那这孩子很聪明啊，但哦，对，算蛮功利的哈。那功利嘛，啊，有话讲。你有麦克风吗？功利。阿宝，喜欢跟妈妈住一起吗？如果今天要去别人家家里住，你 OK 吗？不要。不要。哦。没有。因为我会哭哭小妈妈。哎呦！还好，其实很可爱耶，因为他的抱怨就是妈妈是我一个人的，不可以跟其他人好。好，来我们看这边，这边更小了。Serena 三岁而已，三岁半，好可爱哦。对对对，因为他刚刚那个录影之前啊太嗨了，所以他在现场已经玩过一轮了。现在累了，电池已经用光。对对，他已经耗电有点用尽了，所以现在要吃一下布布，稍微充个电，充电放松一下。哎，可是这样子才三岁，应该没什么好 complain。最可爱的时候啊，哎，很可爱，但他现在很皮，他现在很喜欢跟很多小朋友互动。嗯，那有一次呢，我们就是我家楼下有个广场嘛，然后我常常带他去。找小朋友玩啊，骑脚踏车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有时候遇到一票小朋友，就有哥哥姐姐啊，弟弟妹妹，然后他们那一票是一起的，然后他就一看到人家，他就骑他的滑步车就冲过去嘛，他就很想要参人家，对，然后就有一个小弟弟就把他挡在外面，不让他来，就说你不可以进我们的圈子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看到说，哎，那时候我还在他旁边，我说哎，为什么不能进来？哦，我就进去了。哦，然后结果后来过了一会儿，我看他们比较有点玩在一起了，然后就在旁边看嘛。就过了一会儿了，哎，那个小弟弟莫名的啊，推了他肩膀一下，哦，你知道吗？就用手推他肩膀一下，因为我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，然后觉得哎，这个状况有点不对劲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再看了一下，就另外一个比较高的哥哥，高了一个头的哥哥，居然从侧边给他熊抱。就抱住你女儿？对对，有点像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得了，对不对啊？这样抱住。吼，我这一看哦，我就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体验到做爸爸，知道男人有多坏。对，像宪哥这种，真的要很小心。没有，这就体会到，你知道，就是爸爸看到女儿啊，跟别的那种你不熟的那种苍蝇啊，有一些那种奇奇怪怪，有些那种小男生那么小就毛手毛脚，又熊抱又给他这样子推，我看不下去了。那因为我本来坐比较远嘛，然后我就走过去，我说。那个弟弟，你刚干嘛推他？然后那个高的呢就先讲话，哦，因为他都不让那个他这样子进来跟我们玩呐、啊，所以我刚刚就这样，好像有点要护着他这样子，所以那个哥哥是大概有点，其实要保护他，要保护，但是我的看来啦，其实已经有点三角恋情的。你的看来是不是有点太远？从哪里看来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 Serena 她就是她很小，那她很喜欢跟小朋友玩，那她就是说，她比如跟这个小男生，跟那个小男生，她都会主动去说 Hi， 那我哦 ，My name is Serena， 然后就要跟人家玩，那很有可能就是让那个。两个男生哦，争风吃醋，对，有点想要在抢他的味道，你知道吗？他才三岁 ，OK 的。所以就像我爸常常讲的，因为他才真的还蛮可爱的，蛮漂亮的。我爸说，跟你讲，他以后啊，可能真的会蛮漂亮的，真的要会担心，你心脏要很大，要头痛。对对对，所以我那天就是深刻体会到了。OK， 真的蛮焦虑的，心里面充满了这种啊，有没有如沐之情呐？是这种感觉。当然啦，爸爸很难形容。真的，一天一天长大，我们就一天一天担忧。真的，没有，对，是因为我很漂亮哦。对对对，哎呦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心虚？来，纳豆这边已经八岁了，我们都很熟悉他。对对，才给我快疯了。其实他很玻璃心啊，玻璃心。对，然后所以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就分享今天一整天发生的事情嘛。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可是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那个习惯，就是他的玩具都要跟他一起睡。
哦，他要点名了，放旁点名，对对对，然后机器人到了，对对对，然后你说是那个什么，那种布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但是有时候有可能会啊。是是是是，是是是是，然后你说那种布偶，那种软的就算了。那没有，它是哥那种恐龙哥吉拉，是那种有刺的，刺的啊！哇塞，哎，跟他睡到后面自己都会长骨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被扎到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哎呦！然后我说这个玩具可不可以先放在桌上或者干嘛的？对，不行，他们会冷，他会冷。哦，对，世界不一样嘛，要盖棉被，对，要盖棉被，对，然后他有时候不懂我们的心情啊。啊，对，抱歉，对嘛。抱歉，了解孩子的心情，你都没有关心人家嘛？不是，都知道我们很爱他，然后就想跟他们一起睡。如果不跟他们盖棉被的话，吼。那他有讲话吗？他有讲话吗？他有说我很冷吗？有，会有玩具会讲。他以前离谱到他还要喂他呢。哦哦，还要喂一只恐龙。在他的世界里面，这些都是活的。对，然后有人格的。对，有人格。然后可是他有时候会就是。你说放那个玩具，我们扎到其实就已经都扎习惯了嘛。可是他有时候他会半夜起来，哎呦，哎，我听到声音，我说哇塞，半夜不要乱听到声音。什么声音？结果是另外一只恐龙在桌上没有上来。哦。他就哎呦，你孤单寂敏感冷吗？就把他带。对。然后他就带。我说干嘛？我们就好好睡就好了。他就硬要把它拿上来，我就不对他来讲，通通要回营，这个才算是对准备要睡觉，全员到齐了。来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complaint， 对不对？孩子难道就一定喜欢你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孩子他要谁给谁生，他也没有办法决定啊，没得选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今天我们就来一个，哎，大家来交换孩子哦，没错。先看一下哦 ，Mountain 哥这边，你的搭档也就会是阿宝。有女儿，你刚好没女儿。有啊，他有没有一子一女？可是呢，两个都养过，男生女生我都有养到。但是我觉得女生真的比较好，是哈，男生体力太旺盛了。哦，对，然后女儿又会撒娇，我觉得哇，对，女儿还可以把她打扮。对不对？装扮一下。齐慧这边为了阿宝要出任务了，他给你一个困难点，营养要均衡，你要挑战让阿宝吃青菜。阿宝不吃青菜啊？阿宝呢，他会挑青菜吃，像有一些青菜比较苦，例如说他最讨厌就吃那个芥兰，因为芥兰有个苦味，芥兰很多大人都讨厌，对啊，不行。然后因为大人都只买自己喜欢吃的。还有这句实话。也是没错啦，大叔都会把他们家很多事情讲出来，小心说出来。然后像阿宝话，因为我就是这一阵子刚好在做那个牛肉的生意，所以阿宝就很喜欢吃好吃的牛肉。嗯，对，所以就是他也要吃，就是因为我其实让他，因为我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物欲，但就是我对吃的我是比较讲究，就比较讲究这样子，所以他就是不吃青菜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说啊，就比较讲究。啊，你比较讲究，讲究，讲究，不讲究。阿宝，阿宝，你看看旁边这个猴丘，等一下你要跟他相处，哎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他那个脸，刚才你跟你打招呼的时候，有点，我刚看到的时候有点怕一点。我会在你旁边啊，但你要去找那个叔叔。对，妈妈会保护你的安全，但是我们两个一组，要不要？但是小朋友挑食，猫腾哥你 OK 吗？对啊，这个很难搞哎。还有苦瓜他不吃。对啊，不吃青菜你怎么有可能？你有伎量吗？这难度还蛮高的。其实我想了好几个方式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对阿宝来说，直球对决可能更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是逼他啦，那个叫逼他才叫直球对决啊，是哦，不是，因为呢，可能有一些小朋友，譬如说苦瓜，他不喜欢看到苦瓜的样子，他看到苦瓜他就直接放弃了，对对对。但是呢，我会找阿宝跟我一起动手做料理，你知道小女生不是很喜欢扮家家酒，很喜欢开餐厅，然后呢煮菜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我会用这一招，别光说不练，来直接看他们，哎嘿。我从你妈妈那边知道你害怕吃的东西，一个是苦瓜。你讨厌吃苦瓜，我也讨厌，我也讨厌吃芥蓝菜，然后便宜的火锅肉片，我也很讨厌吃。来，给你看。不要，怎样？断掌是不是？我就先把我们的食材拿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边做，然后呢做好之后我们来吃，好不好？好。
然后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今天看起来如何？什么是 Panda 老师？是配色很像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要开始挑战喽！我是要你帮我把它做成我们待会可以用来炒的状态，你愿意帮我吗？谢谢你，来，交给你喽。帮着叔叔来处理苦瓜。那我要把那一层膜把它去掉。怎么突然变？这为什么变？我是说要撕小片点，你至少要对对半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幸好是女生，要我儿子直接给他下去。你要不要跟猫人叔叔一样把它刮掉？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很干净啊，但你也做得到，很简单。你的偶像林俊杰很爱吃苦瓜。我知道为什么，但听说他很喜欢吃，他可能有把苦瓜变得好吃的方法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调味料，把它倒进碗里。OK， 好，全倒进去没关系。你在家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？没有。但是你做得很好，轻轻的把它搅匀。对，你的衣服，你看，你怎么办？你是妈？对，你妈有带着那个洗碗巾吗？啊，不是，那是洗碗用的，衣服不是啊。也有，也有是。你现在可以帮我一个忙，你帮我拿这个圆形的那一盘。对，好，谢谢。阿宝，我要做第二道菜了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芥蓝叶跟你刚刚调的酱料分批送进来？哦，谢谢。来一下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刚不是答应你要把叶子放进去是你吗？可是我自己不小心把叶子放，你帮我把肉放进去好不好？然后耶。感觉蛮好吃的啊，这个应该是好吃的哎。张菊慧。那你吃吃看，这个肉配饭好不好吃？当然好吃。可是这个菜是我们刚刚一起做的，你至少吃一片看看它好不好吃。怎么样？我帮你弄，我帮你弄一口啦。有饭有肉的啦，饭饭在下面，像寿司一样，饭饭在下面，肉肉在上面。然后呢，我上面再加一片片小小的青菜，嘴巴张大啊，这样子。你吃进去了吗？耶耶耶耶！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？苦瓜应该是最难的挑战。我跟你说真的，这样子去做它，苦瓜不会苦。我刚刚吃了，吃下去，而且我还活得好好的。我帮你弄饭，对不对？帮你弄饭在上面。所以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如果你不要的话，就不要，没关系。不要。费尽心思让阿宝呢吃进了芥蓝菜少许，还有肉片大量，但是苦瓜呢依然是他的这个死穴，所以呢苦瓜阿宝没有吃到肚子里面去，有点可惜。大家觉得我这样挑战算是成功还是失败呢？交给你们定夺。错吧，算有一样就 OK 了。你那个菜弄的感觉蛮好吃的。对啊，那苦瓜感觉很不错哎。对，就是炖苦瓜、焖苦瓜。啊，对，然后用油、盐、糖去炒它，让它不那么苦。对。但其实连我这个大人吃起来，哎，
不苦了，但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苦味。对啊，小朋友对青菜的讨厌是那种自然从味蕾上面感受到的。真的，他们说小朋友吃到青菜里面有一个什么素，会觉得像吃垃圾的味道。真的吗？对，他们但是长大之后那个就会不够那么敏锐。我们长大就敢吃青菜，就好吃。对，所以小朋友会哎，你看混在一起，他都有办法把它呸出来。对对对对，因为那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臭味。对，他就是不要吃就不要吃。对啊，长大就好了，长大就好了。对，真的。不过用食物掩盖住，让它一起进去，这一点蛮好。对，因为我也常做这样的事，就是说你不要看到那个食材食物的原型，对他没看到他就能吃下去，所以我就做了小情人面条。对对对，里面还有什么？有五种，有那个紫甘蓝，紫甘蓝菜，对对对，然后像萝卜，小朋友也很怕的萝卜，然后还有像我们有用蝶豆花，让它颜色很漂亮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东西，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。突然被 Q， 突然被 Q 的。哎，你是老板娘，有五种，有五种，五种颜色，那变成面条，他就说，哎，这面条彩色的，就吃进去了，不知不觉他也吃了这个蔬菜。小朋友只要挑食啊，样子漂亮就很好喂了，真的，对，粉粉嫩嫩的。OK， 第一组就算是成功了啦，至少两样都吃进去。有机会到底搭配到哪一位小朋友？一二三，你玩哦，千王纳豆，千王纳豆。千王哎，真的，但我真的很特别，但我觉得真的很好玩，超好笑。那我们给你的任务在这边，那个你不想看啊？那我们很恐怖，那我们想这个真的很恐怖。你觉得儿子交给他 OK 哈？我替他担心啊，好，我不担心那豆，我让你们惊艳一下，惊艳一下，你让大家惊艳一下，这么惊艳的任务的部分就是耐心什么出来的，要他一小时内完成拼图。哎呦，他完全没有耐心的，怎么可能？他没有耐心哎，而且那个拼图还不是想说一般的大拼图就算了，那个拼图超刁钻，小片拼图，而且是2000几个，2000片，而且是日本最小的，小的世界最小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没有拼，我们还崩溃，真的，他气到翻白眼呢，真的。来，我们直接来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挑战一下，齐慧还有拉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齐慧猫咪，我今天要欢迎我的第一个儿子拉豆宝贝。儿子，我只当过一日妈了。那我今天带你，我们来挑战拼2400片拼图。你平常有拼过这么多的拼图吗？没有。这个拿开，拿开。边边不就四个？对，这几万个的。这种装装嗨装不了多久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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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是哪一个？哎，我找到五个的。我找到三个，我找到，我也找到五个。我刚刚找到四个的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是最左，这是最右边的，这是上面，这是哎，这是下面。哎，拿豆，你看，啊，怎样？一模模一样样，一毛一样。点出时间。你确定？但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要拼完才可以哦。那那哎，我拿完双手塞的。啊！我是直接这样。那你吃完你要快拼哦，我跟你讲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先吃，我先来慢慢拼，感受一下。我想要喝水。我想要喝水。哎，为什么现在变成我在拼啊？因为我在吃东西啊。整个不错。我快倒水。我快倒水。我想要喝水。完了完了，开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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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，我发现我已经好像，你看我完成上下两条了，快点，我们要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同心协力，来来，赶快一起拼啦！哦哦，我都这样子，都交给我一个人拼。哦，哎，我要吃东西了。你要吃东西，要玩水，阿都叫我一个人拼。这个画面应该是我今年度
遇到最荒唐的画面，荒唐的画面，荒唐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我感受到我后面有一股风。爸爸，你跳，你就跳吧。拿走，通茶，你现在到底在干嘛？跳舞啊！你再跳五分钟。你看，你看，来啦！你看，哎，啊，你看，你看啊，这边可以拼，我已经拼完了。好啊，好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嗯，快快快！他根本就拼两片而已。啊，快，最后一片，好好好，上来擦几片应该还不错吧？你看，你看，这里掉还不错，对啊。你们这边都是感觉是硬卡上去？没有硬卡，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啊，没错没错啊，没错啊，是的，没错啊，是这样子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耶！熊孩子。做这种静态的事情呢，纳豆肯定不行。对，因为基本上其实我一开始觉得，因为我第一眼看到纳豆，觉得他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但没有想到哇，真的很活泼，而且其实还蛮疯狂，对，而且很好聊。然后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就是的干扰，他都飘走了，所以到最后真的是我在一个人在拼那个拼图。哦，所以小朋友那个会不会读书，差别就在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办法集中专注。对，你这边眼睛看着书啊，脑子里面想着 online game 什么的，对，如有鸿鹄将至。好，失败，来来来，看下一个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的日国豪哥要配的就是 N N， 我觉得很 OK 啦，男生跟男生。山峰觉得呢？我觉得很棒啊，因为豪豪英文很好啊。啊哦哦，可是他英文不好啊。可是他英不是，那这样就要找到一个对的老师，因为我真的教得太累了。我希望豪豪可以教他英文这一块。所以任务应该就是教英文啦哈。哎，背诵英文歌词。背歌词哇，那是什么歌？这真的蛮难的。其实我本来哦，那个不晓得要怎么 ，What is the expectation？ 因为有很多小男生，尤其这种十岁以内的，在我的认同里都是属于小屁孩啊，对啊，都是你知道吗？就是很难控制，然后就是比较没有礼貌啊，比较不会尊重别人啊那种的。是，但就那天哎一发现。其实恩恩非常乖，其实他算乖的哈，他非常乖，对，很听话。然后呢，刚刚在那个化妆间呢，其实那个他也很乖，他就直接在上课，在上英文课。Mountain 有在教他英文课，哎呀，好感动。然后我就发现 Mountain 在教他的时候，其实还蛮严厉的。哦，对。然后恩恩在被他教的时候呢，真的是。更嗲嗲，在我在跟他教他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就不一样，哎，就是爸爸教跟我教不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爸爸那么严厉，他也不敢怎么样，叔叔对他比较好，是，来，我们直接看看了，好吧，来来来，国豪跟恩恩 ，OK， 今天呢接到一个新的任务，就是换小孩，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男主角恩恩，恩恩 ，OK， Let's go。那你在学校课业好不好？你爸爸会不会给你压力？他说全部总加起来，然后就是450分的话，就可以买 Switch。所以你已经挑战几次都没有买到 Switch？ 好几十次哦！好几十次啊，已经好几十次，那你爸也就买了嘛？你要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没有功有劳啊，是努力有 put in effort， 对不对？学校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？没有。怎么可能那么帅？所以你觉得你课业也还好，运动也还好，追女生也还好，是不是？怎么来录啊？我今年3岁半。他今天就是想要故意引起你注意啦，等一下我他叫 Serena， 对。Okay, now switch to Baby Shark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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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fe at last， 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就是因为他们跑走了嘛，他们就安全了，最后他们终于安全了 ，OK？ 然后 it's the end， 结束是不是？It's the end.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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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. 好，那接下来这一整段由你一个人 solo 唱一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简单了。OK, music, Baby Shark.
好，你有没有信心？那我们手叠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好 ，Ready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加油，加油，可以的 ，Let's do it， OK， We got this。确定你没有偷看答案？好吧，我是无辜的。你万一猜错，没遇过这种事情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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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不能，哎，不能直接那个，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哎，嗯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恩恩好像蛮喜欢跟这个阿国豪叔叔 ，Uncle 浩浩。我觉得除了我之外，他应该跟他玩，你是会凶他。我觉得亲生的跟这个别人真的不一样哦。亲生的你就会负责嘛，我会投入太多的情感在上面，期待，期待，期待，对。那他说他运动也还好，读书也还好，追女生也还好。就是三个还好嘛？那怎么办？加起来永远都不会有450啊！不是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家伙他从几十次都买不到。不是，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，他就很想要 Switch， 因为他看他其他的堂兄姐弟有，都五年级。我就说现在他们学校有五个科目，然后满分是100分。哦，不对哦。现在五个科目满分不止100分哦，有到110分或120分，因为老师除了原本的100分以外，他还有所谓的加分题，加分题，所以你很容易考就破100。哦，但是我没有理会这个，就是那总分差不多500多分就对了。总分其实差不多500多分。那其实我450，我给他的要求是每一科都考到90分以上啊。这个很难呢。不会，真的很简单，真的。五年级他挑战了几十次，他从小一挑战到现在要升小五了，他没有一次成功过。你没有说想要调整一下这个要求吗？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现在的小朋友也不晓得是。物欲没有这么强，或者是他们拥有很多了。以前我们要是听到爸爸给我们这样子的那个门槛，奖励动力很大，拼了命，不管怎样就考那么一次嘛，考到一次过了就有一台 Switch， 以后你成绩烂那是以后的事情。可是我问他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很想要 Switch？他竟然也给我那两个字，还好，还好，对，因为他要 PlayStation 5啦，你要 PS 5啦，哎呦，你要根本没有 Switch 啦，什么年代来 Switch？ 念书的时代还不是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个女生说你成绩那么烂，对不对？你能够考全校第三，前三名内，我就跟你交往。哎呦，不得了！放牛班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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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出，是不是很有那个冲劲跟那个很拼的那个动力？那你要看他喜欢什么啦。对啊，反正你喜欢什么？都还好。你看，都还好。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那个狼性有点不见的感觉耶。可以派出小男生试试看。不是啦，纳豆搞不好对纳豆才有动力，让他们两个住在一起。纳豆，你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鼓励那个弟弟一下，说加油。哥哥，他是哥哥，他是哥哥，他是哥哥，爱你哦。害羞，他对男生做不出来，男生没办法，开放看看哦。好，来，好，当然最后一组呢，就是沙西努配我们可爱的 Serena， 最后一个就是他们。哎，这个才3岁，任务也不容易，任务居然是哄他入睡。难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那张脸太可怕了嘛！他睡觉很难哄，吃饭也很难哄，刷牙最难哄，洗澡也很难哄。对，人家说都要一直拖，一直拖。人家说睡，为什么？啊，你都在忙，你把恐龙都集合，你当然最晚睡。不是啊，就我就很有活力啊，这样很有活力，睡不着啊。通常都到半夜或是凌晨几点？啊，哎，你这样会长不高哎，长不高很难把妹，真的。完了，完了啦！所以回去第一件事情就先睡觉了。真的，可以睡就赶快睡。哎，干脆现在就开始睡好了。哎，人家说
骗三岁小孩很容易，没有三岁小孩精的嘞。对对，而且哇，活力又多，思维模式跟我们完全都不一样。对，他整个是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很飘啊。是这样吗？感觉挑战非常非常的大。你觉得他会，你要接近他容易吗？这么小女生呢，看那叔叔黑黑的。对啊，就其实要让他卸下心防，其实就蛮难的。因为看今天你们已经录过 VCR， 但是他这个脸从来没有看过你那边，完全没有转过去。第一次跟你见面一样，他感觉就是一个阴影，有没有？哎，那边有个阴影，这样就过了，你懂吗？我们来看一下阴影跟 Serena 的互动。Serena， 来来来，喜不喜欢那个 Sakino 哥哥？哎，我们一样都姓沙呢，你看。他，你喜欢他吗？这个叔叔你喜欢吗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 OK 了。每当到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都会幻想自己说醒来，眼睛打开，哎，有个可爱的小女生啊！女神真的美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一日的这个女孩，就是，哎呀，明明就这样送进来的人口贩子，是不是？等等哎，这仔细看，那个是谁拿的？什么？这是他的？哎，好可爱，这个龟啊！这个龟真是可爱，它彩色的，这是你的吗？它叫什么名字？彩色的龟。哎，过来跟我讲，你过来跟我讲好不好？这就是为什么夜里爸爸会偶尔会喝两杯。所以你刚刚那个故事是小狐狸哦，小狐狸哦，小狐狸被宰，小狐狸被宰。其实我的战术就是，我就是一个小狐狸，然后呢，就是呢，走在小山上就一直那么，就不要那么，就做一个小飞船走了。是哦，啊，那个小飞船是谁开的啊？是小飞船自己开给他的。我开的，我在里面哦。那你晚上跟爸爸聊天都会聊到那么晚吗？不会。哦，不会哦。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睡觉了？不是。哦，不是啊。那你要不要睡觉？不要。那这样我任务没有办法完成。Serena，我们前面其实长度是够的了哦。哦，来 ，Serena， 那我说一个故事，那你躺着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喽，好不好？那我要开始讲喽。从前。有一座庙，好漂亮，好漂亮的庙。那个庙呢是粉红色的，好大好大一些。然后这个庙呢，里面住了两个和尚，一个是老和尚跟一个小和尚。那这个呢，老和尚呢就对小和尚说呢：“从前有一座庙，这座庙好大好漂亮，而且是粉红色的哦。”老和尚呢就对小和尚说呢：“从前有。”真的假的？没睡着哦，睡着啊！最大清水，大清水。哎，沙丁鱼，你的故事有多无聊啊？对，就是无聊可以说，就是无聊。然后那个故事的。无限重来，因为他听过，有听过，那个，你讲一下那个故事，讲的故事是什么内容？你讲一次，从前从前有一座庙，庙里面住着两个和尚，老和尚跟小和尚，那老和尚呢就对小和尚说，从前有一座庙，然后庙里面住着两个和尚，一个老和尚跟一个小和尚，然后老和尚就对小和尚说，从前有一座庙，他
他们听到永远都是重影重影的。哦，所以老和尚，小和尚。另外一个小和尚是那个老和，是那个另外一个老和尚的祖先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您做好。对对对，哇塞，成功了。就是念经催眠法，哎，居然用一个循环一直下去。对对对，那小朋友的结构很简单，哎哎哎，他慢慢觉得顺着这个条，哎哎，那个音频就睡着。对对对对，哎，这招不错。这个故事你可以学起来。那天其实真的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花了大概三个小时。因为他前面都在放电，他一直转来转去，跑来跑去。前面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，对对对，用了很长，看到只是片段就真的不好弄。而且他那天其实比较早，他有睡过午觉了，有充过电。天哪，他下午睡过了，晚上就哦，对，所以那天花了非常长的时间，哇，辛苦辛苦，很难弄。哎，看他这么小朋友这么可爱，好可爱哦，好想再生两个。你小心，说不定我先生你就给我小心一点哦。然后就来比赛一下，还有啊，压宝看谁先生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再一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去。